现在是早上7:40，小葵要去幼稚园了。嗯，然后他们8:30有早餐，可是他起来怕饿，就先给一个香蕉。那也不知道他在那边会不会吃。那他刚起来很累。哎，我中间镜头中间有一条线，是因为我的镜头破掉了，等下把它拔掉。你的心情是什么？那我是很紧张，希望他跟其他小朋友可以住得好。小葵拜拜，说拜拜。现在时间是几点？7:56，那8:00要到，有点慢了，但是很近。走，小葵。哇，好紧张哦。你要上课对不对？你要乖乖好吗？你要乖乖吃饭啊！虽然我觉得他都听不懂。对的。爸爸要骑过来啊！吃王品牛排，为什么？想吃啊，想喝什么？我们刚去中国信托办那个公司的东西，弄了一个多小时，超级累。应该要2个小时的吧？反正你就坐在那边，然后坐着，然后我就站在那边弄那个。对，超累的。然后我已经一点没睡，我现在快死了。刚买小东去洗头，因为他洗面板半在开，然后结果妈的绕来绕去去了一间，他跟我说没空 ，fuck。鸭胸，他先做热的哦。那尽量使用相关的。他看起来超值，我本来要点那个，结果他点不了。我还以为是整个播下小达人陈国汉。他最后用手了。因为他刚刚用刀子动一动，一下子飞出去。他在演了。他在飞走。这个太难度了。好大一尾哦。
千层伯爵千层超级甜，我上次测那个吃那个，然后跟无糖茶，我上次也喝这个。就一口。先拍拍，有机会把我就当你签。好的没？你看炸？你是炸弹是不是啊？你干嘛？你到底笑什么？你像猴子哦。在笑什么？我不懂哎，这什么意思？哦，我闭嘴啊！我不要啊！嗨，你有没有想我？有吗？我从烧肉，我给爸爸。有三，杨叶吗？小桂叶。你很累对不对？他快累死了。好啦，那我们早点休息，明天去上课好吗？好不好？去跟其他小朋友玩，让他们不要哭，就这样。